朋友买了块劳力士手表，中午他请我吃饭的时候用戴新表的手给我加了100桌紫菜。你知道为什么这奶奶都喜欢孙媳妇儿而不喜欢儿媳妇儿？是因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。哎呦我的妈！男人间最沉重的话题是说到自己的老婆。男人间最轻松的话题是说到别人的老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年轻人，我操！结婚就是这样，找对了人，一辈子浪漫变老；找错了人，一辈子华山论剑。哎呦我的妈！